佛陀成道的故事在莫桑比克从出生开始说起。在皇宫里长大的王子终究是要继承父业。穿上黄袍，心却犹豫，坐上马车访视民间，看见生老病死。提卡镇恩加大爱村社区茶会演绎佛典故事，佛陀在菩提树下的悟道，他们说得明白。社区志工自导自演，最后还有剧情分析。没有豪华的舞台，也没有精致的道具，他们用最淳朴的心看见了清澈无染的智慧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莫桑比克报道。